你好，大哥，这个地方是高庄吧？哎，对。这个是不是以前说那个猪八戒那个高老庄？嗯，是这儿啊。嗯，对对对。这儿有个高老庄的，有个那个猪八戒的洞是吧？前面那是那个就看见看到了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昨天晚上睡了一晚上，还是蛮舒服的，空调很暖和，然后我把它关了，因为太热了。结果冻醒，半夜冻醒，我又把空调给开了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这点不习惯。屋里面嘛暖和的要命，外面嘛冷的要命。我们今天打算要去看一下那个丹霞地貌，到张掖来，肯定丹霞地貌肯定是要去看的，对吧？我小飞机是带了，但是。我查了一下，应该是飞不了。飞不了的话呢，我们就到外面的野景点去飞飞吧。好，好，我们就外面的野景点飞飞吧。里面那个丹霞地貌估计是飞不了的。网上是查过这个攻略了，然后说丹霞地貌最好看的应该是阳光明媚，但是我们来的这个季节我估计不对。所以我看了一下，这几天可能都是这样的阴天。可能不会是有特别特别好的效果，但是总归来了嘛，看总要去看一下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打算今天不管怎么着还是去看丹霞地貌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等嘛，等到哪一天阳光明媚了去看，我在这儿一直待，那说不定待个半个月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丹丹他们买点东西，我就先上车了。我们车子一路开出来，开在这种路上就觉得真的是感觉像到了北方啊，到了西北。这里就开进了西部的农村，这农村的房子造的也真的也蛮爽的啊。这一家一院的是吧，这很舒服啊。哇，这个是运牛啊。对啊，运了两个牛过去，是给牛干嘛配种的？就拉了两个种牛给人配种去。到那个丹霞地貌去的路上啊，他会路过一个叫高庄的地方，这个据说就是之前的高老庄，猪八戒就是在这个地方娶的那个媳妇儿啊。现在路开过来是越开越小。我们开过去大概还有6公里，我要去找找那个地方，看一下原来猪八戒高老庄是什么样子。完了，这条路变这样了，我的个天哪，坑坑洼洼。你好，大哥，这个地方是高庄吧？哎，对。这个是不是以前说那个猪八戒那个高老庄？嗯，是这儿啊。嗯，对对对，这儿有个高老庄的，有个那个猪八戒的洞是吧？前面那是那个就看到了，哦，就那个墩子，就那边有个墩子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就那个地方啊，对对对，这就高老庄了啊。对对对，那我找一地儿停车，我去逛逛是吧？嗯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高老庄啊，到了。那我前边我去掉个头回过来是吧？嗯，好，找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说是猪八戒那个地方啊？啊，不晓得，很早时间就画出来了。啊，一直就是那么说，是吧？那个洞，他说是猪八戒以前那个家。嗯，对。啊，就是猪八戒住那个洞里。好，我去看看啊。好，谢谢。我掉头回来，然后让我把车停在那个土路上，让我走过去看去。说从小他们听说这里就是猪八戒的家，那个洞就是猪八戒都老从这个洞里钻出来，然后跑到高老庄里来娶媳妇儿，找那个高小姐高翠兰是吧，高翠兰小姐来找他。我到那个土路上去停下，他叫我。好的，车子停在这个土路上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嘿，这个大哥，这个不就刚才那个大哥吗？开了这个三轮就出来了。来看一下，就在那儿。
沿着这条土路，哇，这个土我早上还刚擦过鞋子，这个土一踩，哇，跟月球表面一样。哇，我们走过去，就是那里有个土墩子。你看丹丹的那个白鞋子。哦，这灰太大了，那我们这个身上不得很脏？对呀，那有啥办法？怎么洗？那有啥办法？洗衣机洗出来都是泥浆。好，走上面。趁着走过去的这个间隙啊，哎，这个间隙啊，我一说它自动识别出来都是那个间隙的那个间隙，我是那个空间的那个间隙啊，我跟你们再说一下，说一下我们猪八戒的故事，是吧？猪八戒大家都知道嘛，在天上的时候是个天蓬元帅，后来由于调戏了嫦娥，是吧？然后那个就生气了，太上老君那个玉皇大帝就生气了，哎呦。什么声音？哦，有两个羊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什么踩到啥了，我以为玉皇大帝生气了嘛，把他贬下人间，贬下凡间以后他投了个猪胎，哎，贬向凡间以后，其实他当时落下来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附近，就落在那个山里，给你们看一下远处的那个山，就落在那个山里面。其实猪八戒他投了猪胎以后化为人形，他是结过一次婚的。他投胎投下来以后，那边那个山，古时候的记载啊，叫福陵山云栈洞。他在福陵山云栈洞是结过一次婚的。原来那个山里面有一个女妖精啊，要女妖怪。咋啦？你上不来啊？上得来。哦，好。有个女妖怪叫阮二娘。啊，这个名字很奇怪是吧，叫阮二娘，说是她和阮二娘结婚了，结婚了一年阮二娘就去世了，然后把里面那个云栈洞啊就送给猪八戒了。不是，他在这儿我还不敢走过去呢。哎呦，你这个两个羊你别叫啊。所以猪八戒他自己是有个洞府的啊，这个洞府就叫云栈洞。然后呢，他阮二娘去世以后，他不是想找个媳妇吗？想找个媳妇就从那个山啊，每一次都从那个山上有个地洞钻过来，就钻到这边的村子，就钻到这个高老庄来。然后呢，据说就是我们现在要过去看的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洞。这个地洞以前它是没有被封起来的，就羊啊、牛啊、狗啊，有时候过来以后，扑隆咚一下掉下去了以后，就再也找不着了。下面说，据说是，无底洞，四通八达，其实是通到那个山上。猪八戒每次都是从那个山上就大地洞钻过来，从这儿钻出来，然后到村子里面来啊，行妖作怪，就是这样。那么猪八戒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为什么调戏了一下嫦娥就会被那个玉皇大帝啊给赶落凡间呢？对吧？你说其实玉皇大帝他们天上啊，对于这种事情我觉得他们压根也不是太当回事儿。你去想，玉皇大帝自己七个女儿七仙女，哪个没有下过凡，哪个没有和凡间的男子发生过什么，对吧？他们天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当心事儿。但是猪八戒这个他比较特殊，因为天蓬元帅的前身是谁啊？他的前身是叫庞蒙，庞蒙这个字它是写像个逢啊，相逢的逢，很多人读逢蒙啊，其实不是，它下面少一横，所以这个字是读庞。庞蒙是谁呢？是后羿的徒弟，就后羿射日啊，就那个啊，天上九个太阳咣当咣当咣当把它给射下来那个，就那个后羿的徒弟。那么后羿的老婆是谁？后羿的老婆就是嫦娥。那个时候说明嫦娥是猪八戒的师娘啊，是这样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天上有两位神仙，有九转大还丹。那么九转大还丹，就嫦娥也行，那个就是后羿也行，就是那个庞蒙啊，就是那个猪八戒，他的那个前世升天都和这个九转大还丹是有关系的。猪八戒也是吃了这个九转大还丹升的天，但是他从来看到太上老君从来没有说过感谢，因为太上老君给了他，如果这个九转大还丹，那他应该叫太上老君师傅是吧？那其实《西游记》里面你们看到了，他和太上老君碰到了很多次了，一次都没有叫过师傅，说明这一个九转大还丹压根儿就不是太上老君给他的。那个时候天上两个神仙有这个，还有一个叫东华帝君。那么这个东华帝君的九转大还丹其实给的也不是猪八戒，当时他给的是后羿。
给了后羿呢，那么猪八戒他的前世庞蒙呢，他想去偷这个九转大还丹。哎，结果他去偷的时候呢，师傅不在家，师娘在那儿。师娘在那儿，他想去偷，那师娘一着急，更啷当把这个九转大还丹吃了。哎，吃了以后飞天升天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的话，嫦娥她是吃了九转大还丹升的天。那后来猪八戒修炼了以后也升了天了嘛？升了天以后，封他做天蓬大元帅是吧？天蓬元帅，他去调戏了嫦娥，这个就是说伦理上的问题了。对吧，你调戏师娘，这个就罪过就大了。哎，所以就被贬下凡间，打了80大锤啊，贬下凡间偷了猪胎。偷了猪胎以后，后面就发生了这一些的故事。哎，你看呐，猪八戒蹲烽火台呢，他还写着，对吧，这里还写着呢，猪八戒蹲，就是这个，现在走不进去。据说这个墩子下面就是猪八戒那个时候钻出来的洞洞。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逛过来的话，特特意意的拐到这么难开的一条小路里来，哎，就是为了来追寻猪八戒的足迹，哎，西游记的几个人物嘛，我们都想去找一找，看一看。现在他把它封起来了，把土挖开，下面说不定就能钻到前面那个山上去。那个山的那个地貌也很特别，啊，也是有感觉像那个丹霞地貌的，哎。长城，那说明这个地方以前是个古长城，对吧？传说归传说，其实这个我觉得古代的时候它应该就是一个烽火台。古长城的时候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烽火台，长城现在那个墙已经看不到了，这个烽火台还留了一点在这个地方。绕它转一圈看一下，从小他们就听说猪八戒是从这儿钻出来的，是吧？出来旅游有时候其实你说有一些目的啊，你说我为了一个故事或者我为了某个传说你去看一些东西，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就特意找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本身也不算什么旅游的景点，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过来，但是我们为了看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啊，过来来看一下。诶，这里也有个小洞啊，可以钻进去。什么？这里长城都没了。长城是没了呀，但是他这里那个墩子上写着呀长城，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长城。那他哪知道这里是长城？那我估计可能古书上记载或者是代代相传吧。那就这个小土坡就是长城，你看这儿有个墩子，那儿有个墩子，长城就是这一条过来的呗，肯定就是那么过来的呗。所以你们去想，就这个村子就是那时候的高老庄啊，书里面写的高老庄就这个地方，猪八戒在这儿背媳妇儿，然后孙悟空来打猪八戒，唐僧收服了猪八戒，就在这个地方啊。然后再接下来，今天我们就不去了，明天我带着你们再去看一看流沙河。孙悟空在这个地方打败了猪八戒，唐僧收完猪八戒以后，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沙和尚了，也在这附近。所以像张掖这个地方就流传着特别多特别多的西游记的故事，特别多，而且你能找到它的出处，能找到它的地方，包括我们再往那边西部那么走过去的话，哎，还能看到早于《西游记》这本书300-400年前，壁画上面唐僧就带了一个猴子，西天去取经的。这个他不是看过《西游记》才画上去的，早了他300-400年了，他妈的那个画上就已经有这个了，是吧？行，我们往这边走过去，然后我飞机飞一下，给你们去看看猪八戒的那个云栈洞啊，就在那个山上去看一看。福陵山云栈洞这片山很奇怪的，它的地势很奇怪的造型，别的都是土山，就那一组不是。那个羊很不高兴啊，生气啊，他骂我，他骂我，我看着他就不敢骂了，我脑袋一转过来他就骂我。
飞完回来了，车上多舒服是吧？很温馨嘛。你在喝什么？喝奶茶？甜酒酿。哦，喝甜酒酿。我怎么会喝奶茶？啊，那我开车了啊。好。我们现在离开高老庄了，前往丹霞地貌去了。丹霞地貌据说是看夕阳会很美，然后今天天也不错，哎，放晴了，哎，早上起来我还以为是个阴天呢，哎，真不错，运气很好。一条大直路，我们车子就开着开着，开到刚才我说猪八戒的那个山上了啊，是啊，云栈洞的这个山上了，山旁边。